药王原主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奇怪、不知道啊。陈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是你要杀陈少，还对本座叫嚣？晚辈大前元恒空，刚才不知是前辈，还请前辈见谅。管你什么大前还是大金，敢对陈少动手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前辈饶命！大威是我药王园的客人，以后谁敢跟大威过不去，便是和我药王园过不去，都听到了吗？哼，没想到此人竟和药王原主有关系。前辈，我们念在你们没有动手的份上，滚吧。多谢原主大人出手相助。几位不必客气，陈少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。好的，请。一年没见，此子竟变得如此强大。此子现在已经接近半步巅峰武王了。你在大威经营多年，连一个下等王朝都无法掌控，废物一个。据传此人是和那卓清风拜访过药王原主之后才得到青睐，那此子不会来自于北天域丹阁吧？阁主，如今大前的名额被大威夺走，一旦大前怪罪下来，我们大前自己守不住名额，与我天机阁何干？再者说大前不好惹，哼，难道药王原主就好惹吗？属下明白了。去吧。陈帝阁有点意思。原主大人的灵魂状态恢复了不少，看来这半个月没有懈怠啊。多亏了陈少的药方，老身才能有所改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耽搁了，现在就将治疗秘术传授于你。陈少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区区秘术而已，岂会有假？感知，不要反抗。竟然是炼魂之术。